我们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学生一考定终身，考一次试就决定一生的前途。考试固然重要，不能小看它，但是考试不是人生唯一一件事情。我们要让学生获得全面的教育，我们不希望学生只懂得应付考试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每名学生都应该有施展才华、发挥天分的机会。